强盗负二，赶快！你啦，你看起来很想要入我们队伍啦，就你了，邀请入队。大家好，合作愉快。开神动 ，nice！ 我们抢到帮坏者，抢到了。我们这一个活动的目的呢，就是首先它是一个，等我一下，我先按好我的技能。首先，它是一个12:30到1:30才有的活动，然后在这个活动里面呢，你能够获得帮派的资金。没有人一开始补血的吧？哦，没有，他是 heart， 所以还好。这个帮派的资金呢很重要，因为帮派假如连续3天都资金是负的话，我们会被降等，从2等变回1等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我们资金给稳固起来，这样你懂了吗？为什么强盗有小孩？他是好动的强盗，他不是小孩。为什么机智的强？我觉得你们要吐槽那个，为什么不吐槽那个机智的强盗看起来一脸蠢样啊？先杀那个机智的强盗，他看起来有问题。这游戏其实很多这种副本跟需要组队起来打的任务，像帮派强盗就是其中一个需要。各队可能同个帮派的人组起来啊，跟队伍组起来来打一个强大的对手。刚死人了，死人了！哪一下？哪一口？哪一口？Discord 的 APP 哦，好，我待会看好不好？等我们工商完。对，我们复活起来，接下来就要来显示一下我们这一队强悍之处。我们这一队呢有3个奶妈，我们用磨的都磨死他。我跟你讲，来哪一口？再哪一口？再哪一口？再哪一口？哇！这一奶全队的血马上拉起来。再哪一口？我忘记李一如也是奶妈，我们有4个奶妈。帮会没有负债可以考虑，你进来就不负债了。你知道帮会的钱不是你要捐的，是你只要有做活动，钱就会一直进来。笨笨要不要一起解？快点快点快点！你现在过来，搞不好我还可以收图收你，对不对 ？S2 就是 S2 就是 S2 不是什么 S1 不是什么 S3。是再续情缘 S2， 你进来游戏的时候记得换一下伺服器，来到我这个 S2 加入蓝猫帮，准没错，好不好？带你打副本，带你一起赚这个，你看有经验，有经验，你放心，有钱，还可以让帮派比较不容易负债。快快，强盗在哪里？找一下强盗在哪里？强盗跑到哪里去了？找到你了，就你。好，我们先来 A 一波。其实我这一只角色呢，是我这一角色呢，它有奶逆乾坤的补血以及毒。你看我这个放毒呢，它会每回合一直扣血，一直扣血，一直扣血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还组了一个 DPS 进来。这个最左下角这个韩晋呢，他的角色呢就是 DPS 的这个取向。我们现在不但有毒，有 DPS， 你看这个修罗刀，哦，哇，一打血直接先掉了80%，屁啊，太痛了吧，太强了吧？为什么我的角色不会这么强？不太对劲，没关系，待会看我毒他们。哇，他封我技，他封我技也太卑鄙了吧！哦，敏捷强盗太敏捷了吧！他直接把他踹死。这个，我们先把这个狡猾强盗杀了。
单位被封印。我们来慢了，我们来慢了。毒影剑，无影剑。哎，真的，假如你们要进来玩这游戏的话，选择键，真的选择键，选择键。看下聊天是说什么？折剑真的超强。我跟你讲，很多副本需要那种单体物理爆发角色，选择剑绝对没错，选择剑绝对没错。像我现在选这个角色呢，我觉得各有利弊啦，但在推图跟练等的途中呢，伤害一定是比较强势。我这个角色呢比较偏向是奶妈，奶妈，然后我可以防止我队友死掉，我可以避免一些致命的伤害下来。比如说他爆发我这个远峰这位角色的话，我可以用这个这一招叫做什么？这一招叫做如沐春风，如沐春风来补。哦，他这个像我现在要再使用一次，我觉得他一直封我超白痴哎，他一直封我这个补师，他看透了。我们这边现在重点就是补量不够，补量不够，所以他一直封我这个补师。哎，卑鄙耶！明显他就是知道我们这边最重点的人物了。无影剑，刷刷刷，解封，解封我了。这个帮派强盗呢，是每周一、周三、周五，周一、周三、周五，一三五的中午才会有的一个活动，所以这个活动呢，在只有一三五的12:30到1:30吧，我记得持续一个小时，你必须要替你的帮派去打掉这些强盗，打掉这些强盗，然后让你的帮会会有资金。你看现在帮会呢，我们负债69万，但在我们努力的过程之下，我们迟早能够脱离负债的。我们知道能够脱离负债的，各位帮帮忙，好想脱离负债。你知道为什么会负债吗？其实真的很不好意思，会负债是因为我按建设，我花掉100万，我白烂按到建设花掉100万，然后把钱花光。我帮共低是因为我有在花掉帮共，我帮共低是因为我一直在花掉这个帮共。你看现在又花掉帮共，我帮共低是因为我一直在把帮共花掉。能够负债成这样也是不简单，没有，很简单，只要你的帮主在乱按，一下就没钱了，可以升级破产吗？别啊！赶快加入我的帮会，让我们一起努力的赚马尼嘛，对不对？还有四个强盗。嗯，跑哪里去了？强盗的堆，我是为人师表啊！打！强盗孽妻，揍他！我想，我这一场不奶，我这一场就一直无限用毒让你们看看我 A 一的伤害。你看，他看到我乌月神教先退了，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看到我乌月神教了。哦，我这个 A 一先打1800。折剑也没什么了不起嘛，打个2000的而已，多我600，还好，我这个毒接下来毒的伤害加起来就超过2000了，真的。你看他才打，来，接下来看我这个毒，你看现在对面那个强盗孽妻，他身上竟然有毒，你看再扣240，我这个毒慢慢的把所有人都上去。来，我们接下来上这个机智的强盗，我们用毒的压力去压制他们。我知道我是唐门啊，
我的乌约神教不是我，他不是因为我乌约神教 ，QQ， 他不是因为我的堂门离开，他是因为乌约。你看他这一次打的就没有我多，来。有没有看到现在对面那个强盗猎妻、敏捷强盗、机智的强盗都上了毒？俗话说最毒妇人心，有没有？我们接下来上这个最下面这个敏捷强盗，最下面这个，然后让我们的狗狗三尾狐去把上面那个狡猾强盗杀掉。2200减1800等于600，不是，你不能这样算，你不能这样算，你不能这样算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算，但你不能这样算，相信我，相信我。现在所有人都被我上了毒，你看那只熊，哎、欸，忘记按回合，雷到队友，对不起。再上毒，继续上，漂亮。自从这一场我改开始 AE 以后，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打得特快？哎，不好意思，真是不好意思。嘟嘟嘟嘟嘟嘟，就是你，强盗黄天刀。好动的强盗先杀掉，快点快点，我们集火那个好动的强盗，集火好动的强盗，他会封印。集火好动的强盗。有毒上到了，快快帮忙集火一下那个后盾强盗啊，他才重点啊，半血半血半血，他们其实 AE 没有很痛哎，我觉得我们直接硬吃他们 AE 不用补血啊，我们直接硬灌他们就好，他们看起来 AE 也不过就如此而已。宠物可以控制吗？可以可以，哎、欸、你看他封印我啦，白痴哦。他可以，你看他的攻击是分成逃跑、防御、保护、召唤跟法术。防御大家都知道嘛，逃跑大家都知道嘛。保护就是保护你的队友，法术就是从你的技能里面选一个，包括普通攻击。那像我这样按了技能以后呢，那保护就是防护你的队友嘛。然后法术刚刚就是我们受到攻击嘛。像现在就是宠物的回合，现在就是宠物的回合。宠物呢，我就让他选择三昧真火去打这个好动强盗。单位被封印，行动失败，他解封我，可是我速度太高了。哦，杀掉了，漂亮，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这样子。我没有防御力上升的 buff 啊，我们现在硬吃他们的伤害是完全没有关系的。哦，敏捷强盗有点猛，关键应该是敏捷强盗跟那个好动的强盗，这两只都特别强。来吧，放我的。如沐春风，你知道我的角色最厉害的点是什么吗？我的角色呢？我的角色最厉害的点就是，我放完技能后，下一回合可以休息一下，所以我的角色比较休闲啦，比较休闲。像我现在放的这个如沐春风，我看到每个人身上都带着一个黄色套套。这黄色的套套呢，能够帮他们挡住下一次致命的伤害，致命的伤害，懂吧？就是会杀死你的伤害。安安啊，安安啊！我现在看不到聊天室。哦、oh, ，sorry。土咒，无影剑，修罗杀。白色修罗他超级无敌痛哎、欸，修罗他超扯的。我们要赢的，稳赢。这个黄色套套在身上，我们是免疫致死伤害的。其实我的大招基本上就是用这个天女散花啦，多数敌方目标造成物理伤害以外呢，我有几率毒到他们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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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强盗要锁住财宝，
打开宝箱。领取财宝，你们领到财宝了吗？看看我们的帮派有没有击退一次强盗，从负69万变成48万。现在我们的帮派不再是负债的帮派了，好不好？刚刚说没有负债考虑看看的，现在立马考虑一下，我们帮派就缺你这个这样一个。如同十里坡剑神一样，有耐心、会玩、爱玩、喜欢《仙剑奇侠传》的朋友，好不好？我们是用义气来交朋友的，快点，都来点，快点点宝箱，来领。帮派宝箱哦，他们看得懂了，没差了。点不到，这样点得到了吗？退了才能点。好，你们退队再点。请离队伍。好，去点。你看。我们帮派玩家齐心协力，成功击退强盗，为帮派增加了117万。邀请哦，靠北，邀请入帮，没有邀请入帮，加为好友，嗨，蛋卷好声音，举报，为什么举报？来啦，我们来打副本。来，邀请入队。大家好，合作愉快。真的。副本，负三，数学不太好。邀请入队，我们还差一个人，副本缺一，副本负一，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135帮派强盗已经杀掉了，我们明天呢礼拜六上线，记得点个帮会花灯，什么帮派花灯，负一。欸，我可以带你们去解主线，欸，你们知道在你们把所有的活动解完以后呢，最赚的是那个解别人的主线，最赚的是解别人的主线，因为别人帮别人解主线，你能够拿到很多的经验，有没有？你看这个活动奖励，等我们负一啦，快点啦，再来一个人啦，等一下，在等一个人的同时，我们先见问答一下，中国传统色彩中的祥色是什么颜色？红色。《仙山外传》中出现的妖界离蜀山位于蜀山的中心，哈，赵灵儿是被谁关在锁妖塔？哼，这我知道。我已经1000多岁了。千叶法师还不是小孩子，不信算了。多少级可以收徒？50。《三国演义》中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，是形容周瑜和华盛顿嘛？这我知道。黄飞鸿，好干！彩衣是什么动物所化？蝴蝶。
太相信观众。有人跟我讲黄飞鸿，我就选了黄飞鸿。穿鱼郎是从哪里习得的？李大娘，魔尊吧。帮派求助，有没有好朋友可以告诉我的？我已经一千多岁了，才不是小孩子。他们都建议我选李大娘，哎，应该是李大娘，跟我想的一样。王小虎最后和谁携手走江？再帮麦求助一次。沈七双，好，他说沈七双，应该是沈七双，漂亮。相见识别，相见识难别亦难。东风无力百花残。神眼魔刀，遥知兄弟登高处，插片不会念少一人，是重阳节。捉鬼任务每完成多少次可以进行抽奖？十次。冰冻三尺，下句是跟你说了别急需，这样会长不高的。海棠夫人，鲤鱼，来。痛力道点到258还是不够痛，到底什么概念呢？我骗你啥？我骗你啥？好，走吧，我们四个人去打也是可以的。我们去打血妖精情吧，还是先打回魂呢？血妖精情，哎，困难的我们打得赢吗？我看一下我们的组合。门派闯关什么？一定等级不够。负一强力滴滴，等一下，不然我换那个好了，我换我的奇侠，奇侠更换换夏孤岭，夏孤岭会那个吧？云霞满天，星剑。我记得最痛的是那个物理爆发的王小虎，所以能的话，我想要带王小虎。奇侠王小虎出战，好，王小虎在了，来吧，血妖精情，困难挑战一下。哇，你们没有人，有人没打通普通，没关系，我带你打普通，普通挑战，人气太旺了吧，收到好多花花。需要精情，普通进入。我发现璎珞羽你的等级不够，我们没有办法打，好吧，我来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副本。仙灵幻梦，我与你，仙灵幻梦，来，我们打困难的仙灵幻梦。来吧，随着草谷道长我们来到了这个仙灵岛。仙灵岛是那个一代啊，其实这里就已经是一代的经典场景。一代的那个李逍遥啊，他不是来那个去仙灵岛找东西吗？然后他遇到那个我们美丽的女主角，就是在仙灵岛。等级不够没关系，我们先打仙灵岛。冰冻三尺不是急需破冰吗？我觉得冰冻三尺一定是急需破冰，哎，我觉得那个成语一定那个解答一定错了，对。偷窥赵灵儿的岛，这个石座很有名啊！这石座很有名啊！有玩一代的人都知道这石座啊。泡妞岛，我觉得是王小虎超强吗？你看王小虎，
他刚砍一刀，那个妖草妖快倒了、欸。这里不用走迷宫，这里不用走迷宫。现在这个上班族呢，没有时间跟你那边走迷宫。他下午要交报告，早上还有早会，晚一点还要加班，怎么可能跟你走迷宫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《仙剑奇侠传》人很好，他什么都知道，就跟河运租车一样，他什么都知道，他知道你很忙，没有办法走迷宫，没关系，有一键寻路，全自动。手游就是方便。帮可怜的上班族哭一下 ，QQ。帮可怜的上班族 QQ。哦，好痛、哦，600。哦，500，别啊，别打狗狗啊，打我本人吧，天空了，就跟抽卡，一定都会抽到你不要的，哦、好多人送我花啊、哦，夏小宁，加为好友，哦，50000经验也超爽，好爽，眼前出现了一个小姑娘。你是谁？这是我家啊！你又是我好正哦，几岁才不会犯法？好像18才不会犯法，16以上是经过爸妈同意就不会犯法的，才不是呢！我有爹娘，哇，有爹娘麻烦，有爹娘都要等到18了。有好多小伙伴，不信你看那边，怎么不见了？古灵精怪的小丫头，那边是那边。是灵包花母，世间怎有如此如我这般出尘绝艳的女子？天哪、啊，我觉得没有很正，不喜欢。你说我美吗？你回答错误，接受惩罚吧。哇，这个人怎么这样子？车卖了，房抵押了，对不对？做得好，做得好，就是喜欢你这种观众。每次工商任何一款手游，就先卖一台车，再抵押一座房子，就需要你这种观众。快点，我们需要成员一起帮我们维护这个帮派。现在帮派只剩下只差三十万元，帮派资金只差300000元。这300000元怎么来呢？很简单，很简单，只要你。有做这个每天该有的这个活跃度的任务，你就会拿到一个道具。可惜我身上现在没有，你就会拿到一个道具。那个道具呢，就能够增加我们帮派的资金。我现在拿到这个，我要卖这个。这游戏很烧时间吗？我觉得还好哎、欸，根据我玩起来，我觉得还好，没有很烧时间。那我们打完这副本啊，打完这副本。哎，有人在抢帮派的人呐、啊！哎呦，我又找到一个人入帮了，拉下线 ，ING。拉下线 ，ING。哎，不要不要不要打我的三尾狐！不要 ，OK， nice， 我帮你补，我帮你补，三尾狐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我被封印，我被封印，刚谁密我？哦，加我好友，加好友，他补血。他们最喜欢封印我啊！
我觉得很明显是里面最强的，有没有？因为我一补三尾狐就是直接满血，我这个逆乾坤真的超奶，超级夸张。王小虎大概比我强那么一点点而已。有，我们打赢了，我们打赢了。我觉得我们 DPS 有点不太够哎，我们的 DPS 有点不太够，而且我帮派帮主带你们这个解任务的话，你们会额外获得很多好处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不知道没关系，我现在跟你们讲，你们现在知道了吧？仙灵洞天，又是你，不能从这边走，会被发现，被发现。鬼叔叔在前面设置了好多游魂鬼，专捉乱闯仙灵岛的坏人。这里奇怪的事情真多，还是别乱闯的好。仙灵岛上的秘密可多着呢，那你给我指路好不好？你从后面的石台绕过去，穿过莲池就到水月宫了。好，我们顺着石台走过去。你看，我的帮供瞬间来到了51，然后我们又再度的邀到一个叫做夏小宁的人入帮，漂亮。我们靠着这棵大树睡一觉吧。休息吗？这个大树在对着我笑哎、欸，在这边休息，我觉得应该是要 Round One Fight。没关系，树怕什么？树最怕它吸不到养分，吸到的养分是毒，毒它。树也很怕火，火的。所以明真白一直在偷看我，你知道他偷看我几次？太爱偷看我了吧？哎、欸，王小虎嘞 ？OK， 还在，他刚打飞其他人才对。王小虎单体 A1 那个幻物古树啦，单体点掉幻物古树好不好？我们再邀一下，哦，又邀到一个人了，太棒了！根据假如我每天开台都能够邀到三个人的话，我只要再开31天，我就可以把人全部邀满了，差不多啊，32天。是啊。我觉得我应该要解封我自己，用洞悉城市解封我自己。可是我觉得解封我自己不会让我们战斗变快，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继续烧好了。因为我伤害没有想象中高啊，不如我就继续烧。我是 S2， 再续情缘 ，S2 再续情缘，来吧，来再续情缘吧。安安，雪妖会有一个一直奶的，那个一定要有伤害，一定要有输出。所以我刚才打雪妖的时候，我不是有在我们队伍里面先讲说我们到底有没有伤害教，因为雪妖很吃伤害。雪妖有一只会，他会讲一个很经典的台词叫做“你真的要杀死我吗？”然后他就奶自己6000滴，6000滴。6000滴，超扯！你只有 S1、S3 有练，那岂不是太好了？你就缺一个 S2 没练，现在来练一下。当初 TPA 是什么时候夺冠的 ？S2， 你懂我们之间的情缘了吗？你懂我们之间的缘分了吗？假如你没有看过《英雄联盟世界三》，那算了，没关系啊，我也没有很在意、啊。柳城丹的兔正在偷看我，大家好喜欢偷看我，长得太帅也是蛮困扰。现在有几个伺服器？一个能打，哇，加了8%经验，好爽！帮主带你打副本，加8%经验，啪啪啪啪啪啪啪。
聊天室帮我打八个趴。哦，红包！太快了吧！他的红包出来0.1秒就不见了、欸。太扯了吧！蓝猫开实况了，快嘴啦！蓝猫的国文老师哭了，已经，我的国文老师已经哭不出来了。我的国文老师上一次打电话给我的时候跟我讲说：“哎、欸，蓝千伦啊，你上次开实况。”让我哭到我的泪腺已经断了，挂网打一条龙，哪一条龙？嘟嘟嘟嘟嘟嘟嘟！哎，主线啊，主线任务很好赚经验的。尤尔，你的伤害超高，为什么他打一下1800啊？太扯了吧！偷看他一下，偷看，57等，你等级马上就被我超过啦、啊！你现在等级还没被我超过，只是因为我今天的事情还没做而已。我坐在下面好冷，靠北啊！蓝猫开台，大家还不去看？哎、欸，你要把红包钱跟我讲一下，我也要拿红包啊！我也要拿红包，我也要。剑术好猛！哎、欸，如意仙童这补有点夸张哎，我们是不是该单体先打掉上面的枝啊？我们单体先打掉上面的枝啊！哎抢不到红包，难收。香菇，为什么你要说那种话？难收。香菇，为什么拿不到红包？难收。香菇，为什么帮派钱还不够？燃烧香菇，哎、欸，中间的不打掉，要抓起来啦！快杀了中间的枝啊！真的不打掉，我们就要难受香菇啦！难受香菇，为什么你要说这种话？
为什么他王小虎在乱打？哦，还有哪一口？哦、我觉得我们 DPS 不够哎、欸。嘟嘟嘟嘟嘟嘟，啊，打死了 ，nice。咻，咻，有啊，活下去啊！催眠真白，活下去啊！我觉得我要补血，我要补血，我要补血，补一口。八兵，快快快，帮派刷新，赶快加入我的帮派，一起玩仙剑吧！抢到了 ，nice！ 我抢到了，抢到252，哇！第一名抢到670，我抢到252，反应很快哦，我反应很快哦。真真假假，虚虚实实。哎、欸，我们这个打不太死啊，我们奶力太雄厚啦，奶力太雄厚啦。哦，他这个修罗杀真的很夸张，难难难，难山难，哇，2500。哇！太夸张了吧！不要打开好不好？一如好不容易才能和爹娘在一起，一如再也不要和他们分开。一如，你也和我们永远生活在这里不好吗？你看这里这么美，还有这本书，你心里有什么愿望，他都能帮你实现的。我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咦，木剑自己飞了出去。李逍遥来了。解愁肠，度思量，人间如梦，一笑成风凉。爹爹的声音，爹爹回来了。可你现在组队，我们要打完嘞。爹爹，爹的小易如，爹又来看你了。爹爹，你刚刚在念什么？爹在想，要是能与你娘，还有易如你永远住在仙灵岛上，过得无忧无虑的生活，该有多好。你这么容易就满足啦。那还不容易，有这本书在，咱们就能永远不分开。如果把书拿给爹爹看看好不好？爹爹，你看，爹，你怎么哭了？爹没事，让爹再抱你一会儿。爹爹，如果是不是要走了？易如，我的小如儿。